这个韩国的保镖呢，为了保护他们的明星，常常动手殴打粉丝，这个事情呢层出不穷。最近又有一次，但是打错人了。这个少女时代呢，11号结束了香港演唱会，准备搭机返回韩国时，结果成员之一的杰西卡呢，她被保镖误认为是这个疯狂粉丝。这个保镖显然没有做功课，当时呢把她往旁边推下去，导致她头部受到猛烈的撞击，倒地不起。在歌迷的歌声中，少女时代结束香港行程，准备返回韩国。当时成员之一的 Jessica 还开心地跟着歌声摆动，但没想到一入关后，大批的粉丝近距离包围，向来凶狠的韩国保镖就动手了。肇事的安保人员竟然错把 Jessica 是粉丝，一手把 Jessica 推倒，然后 Jessica 头部撞向栏杆，一度失去知觉，动弹不得。最后需要由经纪人搀扶上飞机。Jessica 足足倒在地上近一分钟都站不起来，可见保镖下手之重。而韩国保镖粗鲁的行为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保镖就把他拉开，那个过肩摔，哇！上回山顶来台，保镖直接将粉丝过肩摔，将小女孩摔个七晕八素，也没有一声道歉。这回少女时代的保镖挡错了人，打成了自己的主子，或许能让韩星的经纪公司正视这些随行保镖粗鲁的行为，好好善待艺人最珍贵的财产粉丝。记者之后就开始混乱，有热情。